席。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美国代表一会儿在发言中还会像前几次一样，就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污蔑抹黑，向中国甩锅推责。在此前的会议上，我都会对此做出回应。今天我索性主动出击，先来说一说美国。第一，乌克兰危机的本质是欧洲安全矛盾的总爆发，是欧洲安全赤字和信任赤字长期积累不断恶化的结果。而在欧洲不停加剧安全矛盾、扩大信任赤字、制造分裂对抗的，恰恰正是美国。第二，战争爆发后，面对越来越严峻的人道危机和外溢影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呼吁早日恢复和谈、停火止战，而不停地向战场输送武器，公开鼓吹要借机削弱俄罗斯、击败俄罗斯，赤裸裸地推进自身地缘战略的，恰恰也是美国。第三，当前国际社会呼吁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对抗，而一再对中国的和平努力进行抹黑，不断将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捆绑，挑拨中国与欧洲关系，刻意制造阵营对立的，恰恰还是美国。我们要奉劝美方，贩卖焦虑、制造敌人、挑动对抗，不仅会给世界带来争端与混乱，到头来也会伤害美国自己。我们希望美方停止无聊的指责游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一道，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阻挠国际社会争取和平的努力。最后，如果美国代表今天一反常态，一会儿没有在发言中指责中国，这里我要提前向他表示歉意。China continues to downplay its large-scale support for Russia'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providing materials key to Russia's defense production, including weapons components, UAV and cruise missile technology, machine tools, microelectronics, and nitrocellulose.PRC-based companies have even collaborated with Russian defense firms to design and produce long-range attack drones. China cannot credibly claim to be a voice for peace when it enables Russia to wage the largest war in Europe in decades. China's support to Russia is decisive. It is not our intention to vilify or smear China. China's voice could help end the war by calling on Russia.To withdraw its troops from Ukraine'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borders. And as I've said previously, the U.S. delegation will continue to call out those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hat provide support to Russia'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My calls will not end until that support ceases. 谢谢主席。我要再简单的做一个回应。中方没有向乌克兰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也始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中国企业按照世贸规则和市场原则，从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合理合法，无可指摘。我们反对美方借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抹黑施压，对中国的实体和个人滥施单边制裁和非法的长臂管辖。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此外，我还要指出，战争伊始，中方就发出了早日停火止战，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推动实现政治解决的呼吁。近三年来，中国一直在为此
大声疾呼，奔走斡旋。究竟谁在支持和平，谁在阻挠和平？我想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谢谢主席。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